生肖蛇属蛇的人性格要强，做事情最求完美，个人能力也是非常的厉害。十六号百万横财不算多，买彩票币中1000万，不仅能事业上有不错的发展，生活也受到了积极的影响，霉运越来越少，好运接踵而至，有吉星环绕，如虎添翼，好运气大涨。生肖马有的人会经历一些动荡的事情，但是对生肖马的人来讲，越是动荡越有可能会发横财，他们的命中是带着发横财的运气的，适合折腾，会遇到好的发财机会，一夜暴富。属马人在16号开始财星入宅，横财一笔接一笔，金库满溢，富贵满满，喜鹊报喜，横财一笔接一笔，钞票堆成山，腰缠万贯。生肖龙，生肖龙乃是一个命中藏富贵的属相，但今年生肖龙想要发财想富贵可能就不是那么轻松了，小人太多导致运势欠佳。16号开始财运开门红，横财不断，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，催旺了生肖龙的财运，让生肖龙财源广进，钱财无数。生肖猪，生肖猪在之前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也不是很顺心，生活中总是会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让生肖猪的生活压力很大。16号开始财运开门红，横财不断，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，让生肖猪的财库丰隆，将会有大笔横财入库，家里有生肖属猪的人就快来接财吧。